刚出炉香喷喷的窑烤地瓜，一剥开色泽亮丽，水分饱满，口感好绵密。新北市金山20号举办烘窑活动，现场光是参加的民众就有500人以上，大多数人还携家带眷，顶着大太阳。市长朱立伦也来跟大家同欢，是非常非常的热闹，好多这些合家都来烤番薯，因为我们小时候这个控油啊，然后扛寒集啊，这是大家非常喜欢的活动。新北市针对辖内当季的在地食材，选出地瓜、绿竹笋跟山药，推新北市的健康三宝。而金山趁着暑假这波热潮，推出金山限定的伴手礼。透过周末假日举办这样的活动，同时也可以让大家喜好吃这样的一个健康食品。我们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北海岸的这些所有的番薯。这场活动创下历年最大规模，也让民众感受到都市不曾有的窑烤乐趣。记者综合报道。